吃点啥呀？哎，宝贝，能不能正常点说话？好嘛，那老公今天中午想吃点啥呢？整点大虾呗。那今天给老公整点蒜蓉虾吧。那老公吃完饭要带我去看电影呢。可以，没问题。那我买菜去啦。有点饿了，那老公去帮我加大点火呗。好的。